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705集的节目。本来这一集的话呢，是预计在1700集的时候就录的，但实在是因为太忙碌了啊，拖到现在的话呢，才把这一款玩具呢给拖出来。这一款 Europa 的推出的金刚王，它最主要的卖点就直接给各位展示了，它一个头部可以发光，那这个怒吼头雕里面有个嘴炮，眼睛也跟着都会发光。那它还有一个所谓的胸口会有一个呼吸起伏的一个装置，在它的嘴炮发光的情况下的话呢，它的肩膀两侧有两个开关，这一侧左侧的开关按一下，它就会有一个呼吸的一个效果出来，按两下的话呢，按两下，它的呼吸会比较急促，按一下会比较慢啊，这是我测试的一个结果。实际上大货呢展示效果是不是这样的话呢，各位可以到时候可以拭目以待。那它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它手部这一带这些部分呢，通通都会跟着发光，包括它的胸口这个地方内部。各位可以看到里头，它还有一些发光的装置啊，还有它的大腿的后侧，你那边应该能拍到这边，还有连这个地方，通通都是会有一个发光的效果的。然后它的另外一个肩膀的话呢，也有一个相同的一个开关，这个开关的话呢，按下去之后呢，则是它的一个肩膀上面呢，会大概过个几秒钟吧，会喷出烟雾啊。这款 Europark 的金刚王的话，它主要的替换部件的话是两颗头，那有一颗的话呢是这个正常的表情，另外一颗是咆哮的表情。我们大概拿这颗正常的头来给各位看一下，它身上很多部分都可以拆解的，像这个上面要放四颗电池。那以我自己的经验来看，这个如果你不用金顶碱性电池啊，不是像我们打广告，你不用金顶的电池，可能是没有办法驱动它的。那它的一个面部也是可以拿下来，脸一样可以拿下来，下巴啊也是可以拿下来的。那你可以感觉到它身上的这些部件的替换啊，通通都是使用磁铁的一个装置。这种磁铁的装置最大的好处吧，就是拆卸来讲是非常的简单的比方说这个胸口这一带也是可以磁铁拿下来，还有手臂这个地方。那你看到这个地方有这个浅绿色的，这个的话呢，到时候驱动的时候都是会跟着发光的。还有大腿的一个这个部分也是有一个发光的一个装置。所以说它身上的细节的部分的话呢，各位也可以稍微看一下胸口的话呢，这里有做出一个毛的一个刻画，但真正有毛的地方呢，在这个地方，你看到这个肩甲的部分啊，两侧啊，你看到这一侧，这一侧也是有的。而它这个肩甲的话呢，它是里面是一个双动关节，甚至你可以做前后的一个转动，然后放上去啊，这个的话呢，是方便说人物在摆动作的时候呢，这一些部件的话呢，可以自动的去到一个它最合适的一个位置。那各位也可以顺便看一下上面这些做旧的效果，内部的话呢也是有很多细节的刻画的，包括内部的机械结构。然后侧边的这个侧腹的这个甲胄的话呢，这边部件呢是可以替换的。那它有另外一片比较大的甲胄，如果你换上比较大的甲胄的话呢，就是对金属的覆盖对内部零件的覆盖就会比较多一点，就看得不是很清楚了。那各位看一下它的一个肚子啊，这个打磨的一个效果感觉还是相当之可以的啊。那我们就看一下它的一个手指的部分，它的手指啊，各位可以看一下，它手指的话呢是拳头可以转动，每一根指头单独啊都是可以动的啊。那它的，你有没有发现它的这个手指好像有点软？对，它确实它是有一部分的一个软胶的成分在这里头啊，这个也是协助呢它在以猩猩的形态啊拳头着地的时候呢，它可以缓冲掉一些的重量啊。我自己猜测的了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一侧，这个金属的一个质感的话呢，还是做得相当可以的。然后呢，这一款玩具的话呢，完全是可以作为一个健身器材的。如果你要展示小腿后方的液压感的话呢，就是像这个样子啊，非常重的一个玩具啊。那脚的话呢，也有一定的幅度空间，但总体来说呢，还是没有很大了啊。那至于它这个脚趾头的话呢，跟前肢一样啊，也都是有一些软胶的部件在这里头。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分享这款 Europark 所推出的62公分金刚王。那由于是一款测评件，并不是最终大货的样子，所以它还是有一些缺件啊，还有一些效果可能我没有做到很好的展示。那以我能够玩到的部分的话呢，就尽量的跟各位做一个说明了啊。
那它最大的卖点绝对不是拿来把玩啊，它非常大非常沉重啊，主要还是它的一个眼部嘴泡的发光，还有胸口起伏的这个呼吸效果。那展示的效果的话呢，绝对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啊，如同画面各位所看到的。那今天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